家好，我是老表。昨天呢还阳光明媚啊呀，今天呢就乌云密布了呀。今天的收获注定不一般啊。现在呢，峰哥昨天从大城南回来了呀，今天呢就跟他一起出去打鱼这块啊。现在我们现在开船出去啊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怎么样。应该看这个天气来说的话，是吧？肯定不一般的这块。好了。啊，准备上船出发了。打鱼喽！下水喽！现在我们开始这个下潜的动作，直接加入这个下潜的过程这一块。当我们下潜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水非常的浑浊这一块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到达这个海底，这个能见度可能就是一米多一点左右，非常的浑浊啊，基本上是看不清楚。但是呢，我们来了呀，到海底呢啊。就静静的等待，看一下有没有意外的收获这一块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看见一条海狼，在我枪头这里啊，可能呢，有些小伙伴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啊，这块。所以说我们打到海狼，瞬间上水，不知道打中哪个部位。浑水打大鱼，打中一条海狼。这条海狼八九斤，哎呦，水痕模模糊糊能看见它。哎呦，可以！还是先拿上船吧，这个鱼太大，不好带。哦，这个流有点大，这个流。先上去，这流有点大，游半天游不回来。游不动啊，这怎么就游不动呢？怎么呢？啊？好大，怎么不大？我刚才也是用很远的地方顶回来的。上岸了，上岸了，回港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拖鱼回来了，来，这么大一条海狼。你知道啥叫做坤子大？一锅炖不下。十几斤的海狼。够了，够期了，够期了呀！这条海狼，看一下有多长，22、44、66、88，
有一米咯，有一米，嗯，一米长，嗯，最低一米，高的话一米一最快。这个的话就你要顺着它摸才行，你要是这样摸的话就不行，就要这样摸啊。你这样摸的话就会扎进去，哎，等一下摸摸它就膨胀，哎呀，变大。现在不会膨胀了，那过去那大都怕那货，它可能都凉了，还大，死了，它还凉了。这个尾巴有都是肉，这个好吃，这里都是肉，哎。来要去市场买老母鸡了，想什么了？好了，先拿鱼回去。今天的话呢呀，还好不空圈呀，得一条，对了，一条刚好跟油钱差不多吧呀。今天跟昨天的那个天气一个天一个地这块哦，但是还好，也不赖这条鱼，应该有七八米长吧这块啊、哦。木秋的话应该七八斤呀，现在来称一下。嗯，要拿筐过来，这样称不了。我呢，拿个筐啊、哦，没有筐的话你称都吃不下它，你说了，别怪了。查一下多少斤？七斤多，七斤五到七斤六，来，七斤五到七斤六，嗯。我说八斤以下，没有，来称嘛。那我才九斤嘛，称嘛，称嘛。不要超过，不要超过，不要超过。哎，我最靠谱。你没多大呀？九斤二呀？哦。哎呀，当时那个水太浑了，一大船可能上千条从我面前游过。哎呀，看不太清楚，你看这种鱼。这种鱼那个牙齿，你看这种牙齿像那个狼牙一样，要是在水中被它嘎了一口，那真是废了，不开玩笑的这种东西。哎呀，你看这嘴巴，哎呀，还有你看这眼睛，比那个大象眼睛还要大。你看在水里面，那看东西看得一清二楚的。可能在水下的时候，他看见我，他想过来亲我一口，然后没想到我出手比较快，然后我干了一枪，把他的那个中间那个肋骨都干断了，然后那个一干过去，干到肋骨之后，他直接发力都发力不了，在水下那里，然后就躺，来说，来躺在下面那里了，你这个锅有什么用？你看。哎，这锅的炖不下，啊，锅炖不了，锅炖不下。现在先冰起来吧，等一下把它玩活了就不好了哦，先搞起来。